香菜虽美味，但不宜多食或经常食用。这是因为中医认为香菜辛温相串，内通心脾，外达四肢，避邪不正之气，有温中健胃之用。香菜还具有温热发疮的作用，故狐臭、口臭、胃溃疡、脚气、痔疮患者均不宜食用，否则会加重病情。各位懂了吗？为什么上帝在创造我们的时候，他要创造出不喜欢吃香菜的基因？这是择优汰劣啊，懂了吗？救我，我吓到肚子好痛。你知道什么你会肚子痛吗？那就是因为你喜欢吃香菜，喜欢吃香菜的人会导致气虚。你看你在笑的时候过度换气，导致原本就已经仅存无有的气息被你笑一笑没了。我们只能说吃香菜百害无一利啊。为什么还敢吃香菜啊？天哪，不懂啊，不懂你们这些家伙啊。你只要有那种想吃香菜的想法，或是喜欢吃香菜的行为出现，我想你就已经回不来了，你就已经快没救了。施主，我们回头是岸，浪子回头金不换，不吃香菜岂不虚？我们用不吃香菜的行为来换取我们往后的人生的幸福，这不是皆大欢喜的行为吗？那为什么你还要这样继续的作践自己、糟蹋自己呢？对不对？跟着我一起高呼不吃香菜，拒绝香菜，让我们杜绝一切香菜带来的危害，扛着反香菜的旗帜，对挖跑。